兴亡家国事，迷离乱世情，花盖风雨向独秀，经过叹英雄，江山写热血，难舍两意浓，平静春秋明善恶，雨过看花红，半生缘风追情，落定了尘埃，红颜还在，相约了花期结伴行，半生缘风追行，一世情算不清，落定了尘埃，相约了花期结伴而行。大半夜的，端个脸盆子来干什么？大奶奶让我给您送来的，她说，头赏来您这打牌的时候，看到您的脸盆子磕掉了个瓷儿，他就让我送来一个新的给您。你今天说话怎么磕磕绊绊的？没有啊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刚才我好像听见有人敲我这屋的门，看见是谁了吗？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没事的时候在自己屋里待着，别到处乱跑。是，今天要不是大奶奶叫，我从来都不出门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搁那儿去吧。是。四奶奶，这个旧的给您放哪儿啊？赏你了。四奶奶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哪敢要啊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都掉瓷儿了，你留着以后当嫁妆吧。谢谢四奶奶。呸！破了瓷儿的盆给我当嫁妆，没好心眼儿。汤了，孙儿，他睡哪院了？回老太太，旅长昨天晚上哪个院都没去。什么？外边去了？没有，旅长昨天晚上没出去，就在书房睡的，一个人。来，老太太，先喝汤吧。花椒猪蹄儿汤，你让他们做的？是。海棠啊，你跟我十多年了，
就你最贴我的心。多谢老太太疼爱我。最近听了点事儿，不知道有影没影，跟别人说呢我不放心，这事儿就交给你。你呢，帮我侧面打听打听。记住了，不管是真有事儿还是假有事儿，都不能传到别人耳朵眼里，更不能让人知道是我让你打听的，明白吗？海棠都记下了。老太太，是什么事儿啊？这件事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哎呀，把吃的给我端过来。旅长您起了。老太太一大早就叫人传过话来，说今天想一家人在一起吃饭，让我通知您醒了就过去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四奶奶，您快点吧，老太太那边一早就派人过来催了。吃个早饭也跟催命似的，发哪门子的疯？吴奶奶，老太太叫过去一起吃饭，都催了两遍了。吴奶奶，就说让吃饭，没说别的。没说。娘，儿媳妇给您请安了。大奶奶早。娘，您今天精神可真好，昨晚睡好了吧？好。奶奶，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。哟，梦见我什么了？梦见你跟谁生气还打人。这丫头不做好梦。你净瞎说。娘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您千万别生气。娘，儿媳妇给您请安了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不年不节，我又不过生日，那么多废话干嘛？老太太早。嗯。进的。这丫头可真争气。海棠，在。把我昨天晚上准备那件宝贝拿来。是。这可是个好东西，你可得对得起他，一定争气，给我生个孙子。哎呀，娘，你那么使劲干什么？把我手都攥疼了。不小心，不小心。胖丫，你娘那是得不着你奶奶的玉观音，急的。你们几个都给我听着。我是急着抱孙子，你们几个谁肚子争气怀上了，我都有宝贝送。这个
就是你的了。这汤真好，真好喝。娘，你怎么喝一碗啊？早上我都喝过了。儿子，你得多喝，五个媳妇儿全指着你，全指着你呢。乐什么呢？这有什么好笑的呀？啊？娘，看着我。李丹元，来给你爷们儿再盛一碗。行了，再来点，多喝点儿。姐姐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可得快说，这四奶奶吃饭快，等一下她出来看不到我，可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今儿个快不了，老太太今天高兴，要多说几句，四奶奶她不敢走。来，喝水。不了不了，小玲儿，姐姐问你个事儿，来。四奶奶对你咋样？好，好得很。在四奶奶身边还都挺如意的。如意啊，这府里吃的好，穿的好的，有啥不如意啊？要这么说，要是有机会出去许人，你肯定也是不愿意了。姐姐，你说啥？小玲儿，你几岁进来的？十一。卖的是死契。可不。不，姐姐，你刚才说有什么机会？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老太太跟我说，今年他老人家做寿的时候，想送两个丫头出去。那得拿多少钱赎身呢？你个小傻瓜，送还能要钱啊？真有这样的事儿？要是在外面有相好的，或者反正有正经地方去的，老太太想送两个丫头出去。我本来寻思，你岁数也不小了。可是既然你跟着四奶奶挺好的，又待得这么如意，那就算了，我再去问问别人吧。喂，姐姐，姐姐，可别可别，无论如何你都得成全我。我从小就跟姑姑家的表哥好，要不是家里穷弟弟多，我爹娘指定不会把我卖了。有这么好的事儿，你一定得成全我。小玲，给你跪下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别这样。多大点事儿啊！今天晚上我就和老太太说，这头一个，我先算上你。谢谢姐姐。张副官，前方传来电报，请您转交旅长。嗯，好，下去吧。喜呀，三姐，我有什么喜事儿啊？哟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你也不当回事儿啊？你真是要馋死姐姐了。怎么着，不请我进去坐坐？姐姐，我还没来过你这儿呢。三姐，请进来。哎呦，早就听说五妹妹睡的是洋床。这床可真软呀！旅长和五妹妹睡在这样的床上，还不像睡在大坑里，想不在一块儿都不成。五妹妹命可真好啊！三姐有事儿吗？没事就不能来你这儿坐会儿？咱们是姐妹嘛。
五妹妹来。三姐怎么不跟他们打麻将啊？嗨，打不过他们，老输钱，本来就越穷越输。五妹妹，这是送给你的，你可别嫌不好，千万得要。三姐是穷，可这是三姐的一片心意，你要是不要，三姐这脸可就没地儿搁了。我凭什么收礼呀？你怀上了，这是大喜，三姐是来贺喜的，贺喜当然要送礼了。还不一定呢。一定，一定是个儿子。你不是有秘方吗？我都听说了，你一进门就一直吃着祖传的药方，你的方子可真灵啊，才一个多月就怀上了，我可真是羡慕死你了。我要是早能怀上孩子，哪至于像现在，谁气不顺都欺负欺负我。五妹妹呀，嗨，其实你早知道了，我小，我虽然进门比你早，可按岁数我比你小，你是我姐姐，就疼疼你这可怜的妹妹，把你的药方借我用。哪来的祖传药方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方子不能外传给别人，祖传的嘛，珍贵。要不这样，你用那药方帮我抓几副药来，我不看方子，我只要吃上药就行，我给你药钱，十倍的药钱。你是听谁说的？哪有什么祖传的药方啊？哎呦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这满府上下谁不知道你一进门就一直吃着按秘方抓的药啊？要不然，你能这么快就怀上孩子吗？走，不给就不给，还非说没有，我就不信了，给我多了啥了？我进门连十件都办不到的事儿，他来就抢了先。嚷嚷什么呢？大姐，你是当奶奶的，这要是让老太太知道，大姐，你可千万不能跟老太太去说啊！以后没事儿少往老五这儿跑，五奶奶得歇着，养胎。是，知道了。把这个给三奶奶送回去。是，吴奶奶，大奶奶来了。大奶奶，您怎么闲呢？来看看你。住的还习惯吧？没什么不习惯的。咱们家大，什么人都有。你要是想生气啊，天天都有气来找你。尤其是你现在怀上了孩子，有些人羡慕，有些人嫉妒。依我看呢，这些事儿你都不用管，养好身子最重要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以后再有刚才那种事情发生啊，你就让他们去告诉我，我来收拾他们。谢谢大姐。元庚疼你，有些话呀又不好跟你说透。哎呀，你我都是女人，你又叫我大姐，我要是不把这些话跟你说，又枉当了你的大姐。大姐有话请直说。像那天你骑着马跑出去这种事情就不好，要不是因为你怀上了孩子，云庚那火爆脾气能干出什么事儿来，你也能想象得到吧。再有，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谁到这家都有过委屈，
不过既然已经嫁给旅长了，就得有点为人父的样子，别让人抓着小辫子。女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认命。认命的女人一辈子吃穿不尽，受不着苦。要是跟命争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大大男嫂，大娘好。胖丫儿啊，干嘛去？找我五娘替嫁去。大姐，你瞧我，胖丫让我踢毽儿，我一高兴就把自己的事儿给忘了。胖丫，以后五娘不能陪你踢毽儿了。为什么？大姐，你看，胖丫，你五娘肚子里有了你的小弟弟，等她把小弟弟生出来，再陪你踢毽儿。哦，明白了。大姐。幸亏你过来了，要不然我……谢谢大姐了。哎，头一回嘛，想不起来注意，也难怪。大姐慢走。哎，这下完了，只有五娘会踢毽儿，以后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五娘，奶奶今天早上给你的玉观音呢，让我看看行吗？在屋里头呢，跟我来。真漂亮，太好看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就送给你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谢谢五娘，五娘你可太好了，一点都不像我娘。你娘怎么了？我娘要是有点值钱的东西，才不舍得送人呢。还是五娘大方，等我长大了有钱了，想要什么就送你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拉钩。拉钩。四奶奶，大喜呀！住嘴！你确定？四奶奶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您这是喜脉呀！我要是耗不准，您让旅长带几个弟兄把我的牌子给砸了。您坐。我们也认识多年了，算是老朋友了。我求您点事儿。四奶奶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，千万别说这求字儿。老邱实实的担当不起。我这有张银票，没多少钱，算是我谢你的。四奶奶。您看着点，慢点。今儿怎么这么烦呀？早知道让旅长派个车好了。是啊。哎，小玲，正好这有个茶楼，上去吃点点心。哎，好。您看着点。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是。
说好两点钟，现在都三点多了。着急了？嗯，急死我。你要真着急，今天就带我走。哟，怎么了？我这个心肝小宝贝儿。怎么了，小宝贝儿？啊，怀上了。不是还没确定呢吗？我刚才找过大夫，号过脉了，铁定怀上了，真的。傻了吧？咋办？给个痛快话。你让我想想。哪个大夫给你看的？别走漏风声。漏不漏风声能怎么样啊？再过俩月这肚子就大了。哎，麝香，赶紧用麝香，麝香能堕胎。你就绝了这个念头吧，这个孩子我非生不可。老乔，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，你都拿着，去买两张去北平的火车票。到了北平以后，我们再想办法南下。我们去上海吧，我听说上海是花花世界，日子美得很。到了上海以后，我们做点小本生意，你是乔先生，我是乔太太，我再多帮你生几个儿子，你说好不好？好是好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怕以后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好？只要你不像赵元庚似的娶小老婆，就是吃糠咽菜，这辈子我也跟着你了。可是这个万一咱要跑不了呢？这我刚才都看见了，你这出来散个心都好几个大头兵跟着，那我们怎么到火车站？这到火车站怎么走啊？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从长计议，啊，对，昨天我跟你说那事儿，就让人给回信了，说是已经快了，只要是我调到大帅身边，那咱就不怕了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等着肚子鼓起来，那就晚了。你就说这是旅长的不就行了吗？狗屁！自从那个盗墓贼的闺女进了门以后，他就根本没上我那睡过觉。那你就想办法让他到你那儿去。四奶奶出去的时候说是要去散散心。那小丫头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小玲儿。你觉得这小玲儿不会跟四奶奶有仇吧？那倒不会，一开始的时候她还说四奶奶的好呢。其实小玲儿也没真看见什么，只不过那个人有几次都在不太合适的时候在四奶奶房里。行了，别替那狐狸精说话了。海棠，这件事儿放心吧，老太太烂在海棠肚子里了。我也不怕你笑，这是我们老赵家出过最丢人的事。吉安呐，哎，嫂子，我刚才怎么没看见您啊？你走那么快，能看得着我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呀？啊，那个，我好几天没见着姑姑了。我记着上次姑姑跟我说，她喜欢吃老孙家的核桃酥，我正好路过那儿，我给姑姑买了点儿。你这是给老太太送点心去啊？啊，那你怎么走这边啊？嗯，咱们家常出常入的你。老太太住哪儿你都忘了？给，看您说的，嫂子，老太太住哪儿我哪能忘啊？我突然有点内急，想上个茅房。四奶奶、五奶奶都住那边，你想上他们俩谁的院子上茅房啊？哎呀，
嫂子，你别取笑兄弟了。你知道我肯定是上下人们的用的那个茅房吗？去吧。哎，我帮你拿着点心，总不能拿着点心上茅房吧？啊，辛苦嫂子，我去了。嫂子，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事儿都得您一个人操心。我看啊，您比那《红楼梦》里的王熙凤还能干。王熙凤是个小丫头，我都四十好几的人了，能跟她比啊？老喽。别瞎说，您一点都不老，您看着呀，比那个二奶奶年轻多了，比三奶奶、四奶奶精看。哎，你可真是嘴甜呢啊，吃蜂蜜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最近跟我说过真话吗？啊？这话怎么说的？你今天来府里不是去看吴奶奶呀？啊，还买了点心，是去孝敬吴奶奶的吧？哎呀，你别瞎猜。你们从小就认识，要是没有你啊，她也当不上吴奶奶。你俩有交情，我知道。不过有一点你要记住，别背着人往她院里摸，这样不好。万一碰上好事的人挑唆，你小子可是百口难辩了。谢谢嫂子提醒，我都记住了。你早来找副官。谁呀？是我。武军，老子没喝醉。有柳天赐消息了吗？我来他可真不容易，我本来下午就要来。别提多难了，这府上有规矩，你知道。别废话了，是不是有他消息了？凤儿，我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你。按说呢，就算有消息了，我也不能告诉你。但是你看我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快告诉我他在哪个部队，部队在哪儿呢？开门！谁？我。旅长来了，干嘛呢？这么长时间？关门啊！啊！旅长，旅长，你是不是喝多酒了？啊！别多！放下我，我给你倒茶醒酒。不喝，倒喝点吧。喝一张下人道，来人啊！倒杯茶过来。不要了，旅长，我们小两口在这儿，有丫头在这儿多别扭啊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小两口。小两口。哎，
这我还听。小两口真好，你知道我最疼你了。是是是，李长最疼我了，我知道。疼，疼，坐这儿，上床，上床上去，上床。李长，我们说说话吧。说说说话。啊，说话，说话，好，说话。赵元庚这一辈子呀，两件事情绝不含糊。第一，打仗。打仗老子不怕死，靠枪、靠炮、靠命拼下来今天的地盘。第二就是，对老子身边的女人，老子疼他们，每天让他们吃香的喝辣的。可是有一点你得给我听清楚，有人要是敢偷老子的女人，老子一定把他剁成肉酱，你知道吗？把他剁成肉酱。嗯，上床。哎呀，旅长，旅长，要不我给你倒点茶，醒醒酒。我说哪儿了？对。老子一定要把它剁成肉酱，你看着，老子一定会把它剁成肉酱，你信不信？旅长，我就……旅长，你说什么呢？吓着我了。对，怎么会吓着你呢？怎么会吓着你呢？不能吓你，你是老子最喜欢的女人。仗义，你仗义，你是个好女人。这咋给老子生儿子？生，不停的生啊，不停的生，生五个不，七个，八个，生啊，走，你生儿子。哎，旅长，哎呀，旅长，哎呀，旅长，上去。哎，旅长，哎呀，旅长。是我，海棠，老太太屋里的。大半夜的不照顾老太太来干什么？找抽啊！旅长，您别生气。是这样的，老太太让我看看您在不在吴奶奶这儿，要是在的话，让您去趟屋里一趟。旅长，娘叫你，是不是有急事儿啊？是娘叫我吗？那我得去，那我得去。你怎么没从后窗跑啊？我怕他听着动静，你解释不清楚。你拿着枪干嘛？他要是敢把你怎么着，我得保护你。你还有点血性啊！你敢向他开枪吗？敢。凤儿，为了你，我什么事儿都敢干。为了你，我敢去死。行了，我心里有了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他跟着哪个部队，在哪儿打仗呢？你还是把刘天赐给忘了吧。行。我把他给忘了，但你告诉我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你看看，这上面的字儿你认得全吗？我给你念：第五期阵亡将士名单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
就是这上面都是最近打仗死了的人名。这仨字你认识吗？看来你认识。刘天赐死了。放屁！你这个白眼狼！我让你帮我不帮，还编出什么名单来骗我？你给我滚！这是机要文件，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偷出来给你看，你爱信不信。柳天赐死了，这机要文件错不了。凤儿，我赶紧走了。你，我表哥要是回来，你千万别让他看出来啊！我走了。多少月圆缺，心。